美女，哎，这不是格格吗？格格你好，来开麦吧，美女。啊，主持人好，电话哥好，各位宝宝晚上好，我是陆威家的这个主播叫瑶瑶，然后今天影子哥今天开不了麦了，然后我就代表这个影子哥陆威的工会，然后给天佑哥送祝福，祝愿我们天佑哥周年庆圆满成功。有点小紧张啊，然后2017年再创新高，人气再创新高，然后长得越来越帅，美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持久。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天佑哥的小迷妹啊，从天佑哥创造这个女人啊，然后你们听好的那个时候起，我就默默的关注了天佑哥，特别喜欢天佑哥，甚至把我天佑哥的照片放到卫生间，挂了卫生间。他们说那个男人终于过度会肾虚，女人终于过度会怎样。好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那么一切顺其自然吧。然后昨天我们那个影子哥跟我说，天佑哥周年庆要动我来看看的，然后像小游客一样那么看看，我想到他今天就开不了麦了，搞得我现在有点紧张又有点惊喜。然后听说好多美女都去找我们天佑哥了，然后我哪里有点结合，要不然我们天佑哥被人抢走。那么送你是我们天佑哥一首歌曲吧，一首比较经常有人唱的歌曲。你是一朵小菊花，么么么么哒。天佑哥，我们走去找一个女朋友，吃炸鸡，喝啤酒，还能一起拉拉手。天佑哥，biu biu biu，哥哥会唱捉泥鳅，捉泥鳅，捉泥鳅，哎呀哎呀，咻咻咻，皮皮虾，大鼻涕，一言不合就生气。妹妹陪你打游戏，快放开我的巧克力。时间了，兄弟们记得想我哟，亲爱的天佑哥改天来找我玩哦，神奇告退，把交给我们主持人。